是你吗，Jonathan？元哥，你没事吧？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我眼睛被蒙住了，看不见。我没事，就是头有点痛。你还好吧？我也没事，就脚有点痛，好像被扭伤了。好像有人来了。 两位醒了吗？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把我们捆在这里？这是哪儿？你们不要害怕，我是在野外遇到你们的，当时你们昏迷了好久，实在没办法，我才找人把你们带回家的。那你为什么还捆住我们？还把我们眼睛给关上了？我一个人住，万一你们是坏人，我怎么办啊？我们才不是坏人呢，我们是……你们是啥？嗨。 我们是 TF 的成员，我叫桂元安，他叫Jonathan。姐姐呢？漂亮姐姐怎么还没给我解开啊？我手腕都快啃疼了。估计你们都饿了，先喝点粥吧。 有点烫，你小心哦。他是撞到脑袋了，胳膊又没断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开始还担心你们是坏人。哎，没关系的，你救了我们，我们感激都还来不及呢。那你们就在这儿安心好好养伤，不要到处乱跑。 万一迷路了，可就不好了。好呀好呀，那麻烦你了。哎，姐姐，你又看了我们的手机吗？我怕公司会担心，给他们打个电话报平安。啊，抱歉，没看到哎。那能借用一下你的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手机昨天坏了，拿去维修了，平时联系人也比较少，也没催人家抓紧修。 起床，准备洗漱吃早饭了。我再睡3分钟。快起来啦，不然一会儿训练室睡觉迟到了。牙膏已经给你弄好了。吃饭了。为什么他有牛肉？有的是，还行。 不见了，怎么可能？昨晚还在呢，是不是在别的房间啊？电话打了吗？打了，关机了。那报警吧。不行，我们自己先找，现在报警怕影响不好。大家给认识的人打电话，看是不是先去公司了。王权，今天桂元和 Jonathan 去公司了吗？没有啊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哦，没什么大事，看到他俩，辛苦回个电话。好。
我们一般每天都要很早起床，要上声乐、舞蹈、体能、文化课，日常生活也很枯燥，平常也交不到什么朋友，想找人倾诉的时候都找不到人。原来你们也有自己的难处啊，但被很多人喜欢也很幸福啊，不像我每天一个人住在这儿，一到晚上就很孤独。那这几天有我们的陪伴，你是不是就不孤独了？孤不孤独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我嗓子都快喊哑了，喊半天都没人理我。我看你活蹦乱跳的呢，看我回去怎么跟他们搞个大状。臭小子，你等着。你没事吧？对不起啊，是我不小心走神了。没关系的，大家都心不在焉的。你看小陈，袜子都穿错了。也不知道他俩现在有没有吃饭，喝没喝水？他俩剩下的自热火锅盒子还在，也不知道吃没吃完。见了森一顿没按时吃饭，就哭唧唧。经纪人已经去找了，也许马上就有消息了。不行。我得再去找找。别担心啦，可能只是贪玩。给，你最喜欢的草莓味。算了，不爱吃。好吧，那我自己吃了。哎，对了，上次那个剧本你看了没？看了，感觉有点奇怪，可能是因为我不怎么了解这个，是有点奇怪，但还好，我还挺感兴趣的，演起来应该还不错。真好看，哎，要不给你试试？别闹，在公司呢。怕什么？他们都回宿舍了。唉，真拿你没办法。你来，你来。真好看，等咱俩关系公开，我天天给你贴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快走吧，魏总还在等我们。还没找到吗？是啊，如果今晚还没回来，我们就去报警吧。还得问文森特哥，这一报警，媒体肯定会肆意揣测报道，粉丝也会担心啊。他肯定会报警，因为我发现了他的小秘密。什么小秘密？今天发现他跟一个女生在一起，手握手还 kiss 了，这是我能看的吗？你猜那个女生是谁？谁啊？我猜不到，我猜是几个女生啊？咱们的师姐韩宋一。你怎么突然起来了？小心点，别着凉了。你今晚跟小陈睡吧，我就想自己睡。他怎么了？有点奇怪。
不知道，可能是担心太阳吧。没事，睡觉吧，明天我们早起报警。绝对不能报警，一报警就得谣言满天飞，而且对你们也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总不可能干着急吧？别担心，我已经请了最专业的找人专家傲天。和他的助理韩波。真相已经浮出水面，犯人应该是用这个平底锅打晕了他们，然后用麻袋套住带走了他们。他用得着分析吗？监控里不都显示了吗？原来还有监控呢。麻烦再仔细找找，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，尽快帮我们找到他们，好吗？还有这件事，一定对外保密。这个您放心，那咱们随时保持联络。重要证物，傲天。重要证物，傲天老师，闻。傲天，走。靠谱的，马上来取。元哥，我真的觉得很奇怪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？还有一个人在这个房子吗？你是不是记得我在外面砍了刀，随便跑了？